城隍爷神像成了 Q 版贴图，色彩鲜明，还多了份俏皮感。创作的人是南投在地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女学生。女大生操作电绘板画出 Q 版城隍爷，她说这是她第一次挑战画神像，跟我以往类型差很多，因为我之前都是画比较可爱风。庙会这个活动是一个传统，然后我就想说试着把它发展出去。而他画神像是为了庆祝城隍爷生日。南投当地城隍爷庙每到了农历六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日就会举行庙会活动，吸引十几万人参加。在地的老戏院商圈为了拉拢人潮、带动商机，除了找来女大生画贴图，还办集章活动。每次消费的时候，你都要请他帮你盖章。在合作的店家消费集满五个章，就可以参加抽奖，有机会得到8888元。店家希望透过城隍爷生日一连串的创意行销，让在地商家和居民有更多参与感。